拜，信息第八十二首。虽然一人，我无孤单。新民记第三十章十五到二十节，看啊，我今仔日有用活甲福气，死甲灾厄摆伫你诶面前，就是我今仔日命令你听耶和华你诶上帝，行伊诶道路，守伊诶诫命、律例、法度，互你通活地，加添荣耀。耶和华你上帝就要治你所欲入去承接的地，赐福你，赐福你的心背谬，唔听叹，搁受邀许去敬拜别个上帝，服侍伊。
我今仔日就明明甲恁讲，恁的确要灭无。伫你过约旦入去承接的地，你的日子袂话久长。我今仔日叫天叫地对恁做干净，我用生死祝福做酒摆列伫你的面前，所以你着紧活命，互你甲你的后裔拢会活着。来听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听伊的话，结连伫伊，因为伊是你的活命，你的日子久长也在伫伊，互你通徛起伫耶和华对你的列祖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咒诅所要赏赐因的地。正道怎样通无得罪人？怎样通无得罪人？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伫生活经验中，常常有即款的对话，迄就是讲话对方并无想要对话，或者是有所顾虑，或者是甲咱也无够熟，所以就算是简单的请安，对方也是凊彩讲讲，当作应答，也是有问无答。你问伊，你有食早顿无？伊应讲，边仔迄间早餐店袂歹啦，内面的龙凤堡好食，又搁便宜。过来无讲话啊，伊确实有应你，毋过伊其实并无回答你。另外，有拄到较无客气的时阵，倒边的厝边问正边的厝边讲，这是向倒的笨手啊，是毋是你啊？这款对话有当阵会引起纠纷。咱就会看到，可能是乌白蛋粪扫的厝边，伊应答讲：“咦，真的哦，这看起来啊，真像是粪扫呢。啊，最近附近有常常有这款的粪扫，唔知是唔是因为无所在通倒？我感觉台北市政府应该伫人行道顶面恢复装粪扫桶。啊，虽然柯P市长的想法嘛，是真好啦，不过……”伊讲来讲去哦，讲过来分钟哈，伊就是唔讲哈，粪扫到底是毋是伊倒？咱也观察到，咱身躯边有真侪人，伫拄到可能会拍歹感情的场面，伊所讲的话哈，就简单是讲一大堆的，大家拢了解事实，毋过伊就无发表家己的意见。比如有人讲，你讲看卖，你为虾米无爱投伊的票？这个人又阁是哈，慢慢啊应答讲，我认为做一个公民啊，来主张意见，迄是真重要的代志诶。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，只要有机会投票，我感觉大家拢应该出来投出神圣的一票。尤其是这边有出来过来的候选人，每一个拢是真优秀的，亲像莫米 A， 伊是英国伦敦大学。诶，博士啊，迄、那个猫咪 B 是伫基层出身的社会工作者，伊想法真特殊。我一向对于有特殊想法的人，拢真喜爱，拢也真斟酌来甲伊看伊的证件。讲了三五分钟，完全都无听伫咧回答进前的问题。另外，那是有咧问题的哈，是真针对个人来批评的。比如讲，你看天气遮尼冷，恁阿姊阁穿短裤啊，伊是毋是爱水毋惊流鼻水啊？这讨厌的人实在是，明明看到阮阿姊就伫伫面前，阁挑工安尼讲，阮也毋是要得罪伊啊，只好讲。啊，对对吼，天气遐尼冷吼，唔知是几度啦。我听讲阿里山吼已经落雪，啊，迄边个小火车唔知有敢会停驶呢？那是安尼吼，咱做伙来去有阳明山区，唔知是毋是爱穿羽绒衣啊？我记得有一遍，好亲像几年前，我甲阮阿姊也做伙去大屯山看落雪，哇，真趣味诶，有真侪人伫遐翕相，为虾米？我唔讲实话，是唔愿意、唔敢讲，还是有其他的理由呢？这牵涉到我过去是怎样一个人。咱今仔日所要讲的这个题目，也是要挑战大家。有上帝的话语，
来提醒伫未来你想要成做怎样的一个人。心内有想法，已经有答案，不过唔讲出来，有时阵佮另外讲一套。这是伫人性内面无老实的部分，这也是基督徒时常对待上帝的做法。上帝啊，你的话我意爱遵守，你的道路较乖，伫我的道路，我会对你来行。刚才咱看到，唔是每一个先知拢是亲像摩西一样的，比如讲先知约拿，就是和大鱼来吞食伫腹肚内面的。另外，比如讲先知巴兰，迄、那个满嘴讲伊要照上帝所安排来行的，颠倒为着贪爱钱财，煞乎天使来挡着路，伊阁唔知影，连女儿嘛要出来讲话啊。先知竟然连上帝话伊也敢唔听？上帝讲话，大家本来原本是要听的。上帝拣掉伊的罗卜，就是教会传道人。原本就是要听上帝的话，过来传的。在咱的主观内面的善良甲意愿，无一个教会是无想要认捌上帝，无想要真做世上的盐甲光灯的，也无一个是主动想要甲魔鬼撒旦行一路的。不过，咱本身的条件甲状况，生成就有悬有低，拢无共款。但就算是唐崇荣、周神柱，也是杨希如，来无共款的教会来做教会的牧师，可能伊的表现嘛是无共款的。为虾米？这毋是牧师一个人的问题，是教会信徒的基底，伊就会真做这个教会的状况。到底信徒甲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啥款？迄就是教会的面貌体质。你看，哥林多教会和使徒保罗的批信讲出来，大家就看出因这个纷争的原因是啥物啊？是因为因过食冷，无爱食属灵的饭，因意爱照世间的款式，毋是上帝的话来行做。有可能大家愿意照上帝，也有可能虽然心内面愿意，毋过做袂到。当然，亲像巴兰这款的人，心内面无愿意，不管伊嘴里安怎讲，上帝毋是通互人骗的。早晚狐狸的尾啊，一定会显露出来。圣经讲到教会是上帝的园，是伊伫世间起造的宫殿，传道人是甲上帝同工的，所以伫教会内面，当然就应该爱听上帝的，是毋是呢？传道人传讲上帝的话，咱真正应该听上帝的话，照着耶稣教导的来成做基督徒。毋过老实讲，耶稣的标准真悬，悬到咱可能做袂到一百分。这个标准咱是来怎样来看的呢？各位兄弟姐妹，俗话讲，武雄因大兄武大郎来拉单杠，迄是肩袂起哩，也放袂落来。世俗上帝的标准，咱呐通勉强做会到，剩的就是咱意愿的问题。如果根本做袂到，迄就是上帝标准的问题。我搁再讲一遍。你通考六十分来及格，你有这个能力，甚至你搁较努力一点啊，也通考到九十分、一百分。安尼要考偌济分，是伫你的掌握范围内面，迄就是你未还是无爱的问题。学术有奖状，搁有奖金，搁有特奖的鼓励来支持。一般人是会愿意来试看卖的，但是我老实讲。有袂少的囡仔，希望淡薄努力一点啊，伊就通有真无共款的表现。不过，伊犹原是考袂及格。你讲为虾米呢？这就是人性中阁复杂、阁优秀的部分。我要来讲一个故事。以前有一个读国中的囡仔，伊的成绩拢甲另外一个同学差不多，考试分数拢是。对九十几分到一百分，大家拢真心酸啊！
报分数的时阵，就看因两个人分数起落差无偌济。最后导师，伊是数学老师，一个戴乌目镜的少年帅哥。伫上尾一科，也就是数学分数报完了后，老师真严肃，会对这个囡仔讲：“某咪人，你为虾米数学干那科46分？你是怎样哈？”不过，这个囡仔目睭发红，一句话也唔讲。另外，迄个同学同款是考90几分的，当然就是第一名。这第一名同学后来考建中台来去到美国读了博士，真侪电子公司真重要一个 CEO。各位，咱比较关心迄个考40分的囡仔是毋是？伊阿兄嘛是建中的，看家己的小弟数学分数遐尼困难，就主动要求替伊补习。这个囡仔答辩面对家己的阿兄，看伊伫遐尼热的天气，老官老客来教伊数学，拢感觉真见效。因为伊安怎样听拢听无，颠倒来下戏，因为伊的基础太差，对国中一年就无好好来读。根本是阿听的呀。不过后来呢，伊依然是考调国立的大学，伊的数学简单考无2分。若毋是数学遐尼差，有可能伊应该会有无共款的表现啦，是毋是呢？咱来想到即个囡仔，伊的数学考无好，真正是伊的能力无够吗？拄啊开始是毋是？还是因为伊感觉导师，也就是数学老师，伫处理同学中间的纠纷时，对伊无公平，所以伊就用讨厌数学的方式来表达家己的受气以及不满。咱一定会讲啊，真正是戆囡仔，哪有这款呢？安尼只有会害了家己，是毋是呢？原来人心内面蕴藏有最最温密的事。独独名利的人，才会把伊抽出来。这是箴言顶冠的话。咱认真来了解人，就会发觉有最最现象、最最奥妙的事，其实是一款的反应，通让咱看出人真正是上帝所创造的奇妙，是袂使凊彩来对待的艺术。咱伫公告有困难通做。还阁做袂到，也是无愿意去做。所指的是有能力的情形，咱受审判，也是得到奖赏，其实也甲家己有偌济能力有关系。咱到底有照着上帝的标准来生活，行做无？那是及格的标准是60分，大部分人的能力应该拢袂使。一般伫研究所及格的标准是70分，有的人可能就对袂了啊。再来标准提悬，80分、90分，可能有搁较侪的人就会走甲迷迷冒冒。最后，咱徛伫上帝面前的审判台前，照着希伯来书9:27所讲的，搁照所注定的人有一遍死，以后有审判。咱每一个人拢早晚爱面对这个，伫咱还阁活着的时，有讲什么，有做什么，阁较予人烦恼的时，咱心内面捌想过什么？当上帝提出一本记录簿啊，内面是你我一生中全部的记载时，咱来想看卖，咱家己会有啥物感觉？即阵，咱真正爱感谢上帝，因为咱基督徒已经得到赦免，遮个罪状，伫咱一生中的罪状，咱已经向上帝来认罪悔改啊。所有的控告以及罪状，拢已经撤销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为咱来定死，替咱受着一切的刑罚。咱只会看见迄本簿仔写的。用红色画掉，什么都没留下来。你会说，
这么好啊！啊，既然安尼，咱为什么即马阁爱研究怎样讲话，才通袂得罪人？这就免啊，因为归去拢会无代志，是毋是呢？唔对，因为咱是人，咱会伫这个过程中来成长，渐渐成做咱的人生甲性格，成做一个主内面的大人。无同款的人就无同款的人生。咱无爱讲话去得罪人，是因为咱想要过好日子。一旦话讲唔对，咱日子就会歹过，是毋是？不过老实讲，就算讲话讲到有对，日子也是犹原同款歹过。为虾米呢？因为有人因为你讲对啊，伊的错误就互你显明出来啊。咱既然是人，有软弱，虽然有时也通发挥人性的光明，不过大部分的时，咱需要救助来救咱脱离不晓讲话以及讲唔对话的危险。到底咱来怎样来做呢？这就是过来我要所讲的“树牛挂千斤”，讲话爱无得罪人是一款的智慧。也牵涉到咱信用内面上重要的诚实信用。有的时阵，咱怎样讲拢对，咱真快活，别人也通过好日子。不过有一款时刻是专门为咱来警调的，上帝未捌予咱放松，早晚咱拢爱面对来做出选择。咱到底咱是爱得罪人，也是爱得罪上帝？对团队人来讲，这是一款艰难。病人存无几日，家属千反复万反复，牧师啊，千万袂使予伊知啊，无安怎，伊会惊死，伊会来改变意识，伊无搁再相信上帝，啊是，伊会面对家己罪恶的一生，有一个反悔悔改的机会。我当然无戆啊，搬石头压家己的脚盘。我有讲过啊，讲话爱无得罪人是一种的智慧。不过讲实话，佫较是需要上帝的智慧。数量挂千斤，就是咱将这款的重担有几千斤重的，伫祈祷佮交托内面，特别想到，拢会感觉担心。烦恼，咱就随时甲圣神讲，讲安怎呢？讲主耶稣啊，虽然已经讲过真侪摆啊，我真正相信你通帮助我，我需要搁再将伊搁用你来讲一遍。毋是无信心，是因为咱就是人，咱承担不了千斤重。咱搁再祈祷一阵啊，应该无需要太侪时间吧。安尼是毋是才用了四两的困难那点呢？原来咱的福音就是安尼，是因为相信，是因为相信主耶稣，上帝的奇妙，伊的救赎来临到着咱，凡事临到，无论大细项，无论是好的歹的，咱拢通祈祷，不管是只有我一人。还是有祈祷会，总是上帝的大快乐，通救咱脱离对人来的大受气甲恐吓，将上帝的平安稳稳调伫咱的心中。来，咱三甲来祈祷，阮的天父，主耶稣啊，你是创造阮的主宰，阮的软弱以及困难，你拢真清楚了解。阮愿意亲像摩西所宣告的，阮要一世人来跟对你，来相信你。总是这个世界常常让我失迷，让我行唔对路。阮真需要信心来帮助阮，求你赐我信心，加添我毅力，帮助我面对这个身体、财务、心神的困难，叫我脱离。歹的控制，叫我脱离欠债以及欠用的日子。愿你的平安
常常甲我伫地，求你听阮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欢迎西瓜加南之选上知己的朋友。亲爱的